美食 cooking show， 观念尿尿尿耶 ！Hello， hi， I'm Kevin。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哇，又到了开心煮、感谢煮的时间喽。Daddy， 说实在，今天的主题食材是杏鲍菇哈、不过我觉得你很奇怪，从录影前呐、在检查那个食材啊，就一直在碎碎念呐，像什么菇帽啊、菇饼，到底在念什么啦？没有啦，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菇帽。跟菇饼是都不可以浪费食材， yeah. 它每一段都可吃。哦、I see， 叫珍惜的意思了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我们去采访这个杏鲍菇的工厂啊，我们特别到一个地区，全部一些是美丽的大姐们。对，我们跟她学习怎么样去帮这些杏鲍菇分级的时候啊，哇，他们就好热心教我们怎么样去分级，分别它的好坏跟等级嘞。对，它先前的处理还要削掉那个、硬的那个。梗那干的部分哈、把它消掉，然后还分 A plus plus， 然后 A plus， V plus 的那个等级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那个消掉的那个部分还不能丢掉哦，都可以，尤其像今天我们做的食材料也可以拿来用。我知道了。其实哈、我记得啊、我以为那些东西呢就要丢掉了，没想到那总干事说没有，这东西急嘞，他们可以把那剩下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那个菇梗啊哈、就拿去卖，然后呢就拿来做什么呢？咸酥杏鲍菇哎，好厉害。那我们今天呢做的这个特别料理啊、就是那个杏鲍菇乡下浓汤 ，yes。其实哈、我以前一直以为哈、只有蘑菇，白蘑菇很适合浓汤，有没有？因为它有滑滑的感觉。可是自从我认识了杏鲍菇啊，我觉得它不止滑，它还 Q， 所以它来做浓汤更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哈、以杏鲍菇为主的乡下浓汤，先来炒奶油糊吧。OK， 其实哈、这个比较西式的浓汤有没有？比较讲究是。这个炒奶油炒的功夫，对，要炒得好。不过听说现代人都很忙，很多人都把那个炒工就买现成的奶油取代，或者呢去勾芡，去勾芡。对，可是真的，我不是爱吃勾芡的东西，我就是爱吃炒出来的奶油糊味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今天我们炒 double 的分量。哎，你怎么把锅子烧那么热？不用，其实哈、一点点热就好了，它还没跑。就可以了，因为奶油哦，你的锅子太热，它会变巧克力色。对、在修炼嘞。对，所以我们哈、就是锅子这样的热度哈、我们今天炒 double， 有些时候哈、可以把 double 的分量炒起来，然后挖一半起来、冷冻，然后另外不是啦，今天不是炒 double， 今天我们的里面的工作人员非常爱浓汤，对，所以我们从四人份炒成八人份。其实对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融化，很快就融化，可是它不会变巧克力色，对，有没有？因为奶油的燃点低，当然就是说有些人会担心奶油有另外一个担忧，就是 trans fat。可是你要想在一锅浓汤里面，它分担的很少，偶尔我们就加一些健康的元素，所以像杏鲍菇啦、高丽菜啊这些菜有没有就可以降低啊这些一些胆固醇的问题呀？其实哈，像这个融化了哈，融化了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加这个面粉。这时候你可以开始开火一些，开火了哈。OK， 那融化奶油可以关火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现在这个我们慢慢加，因为有些比较这个不能急哦，讲究这个浓汤哈，他会去用烤箱烤面粉，对，再来炒奶油糊才会香。可是不用，如果你用这个锅子就是一直这样炒，有没有？它也会香，炒到什么程度呢？炒到它。你要用那个，我要用有个平的，对，平的。其实这个好炒的，炒炒好吧？对，其实，在炒这个浓汤哈、就让我想起三十几年有一首歌，什么歌啊？炒浓汤哈、就是要炒出那个浓稠又滑顺，对，然后那个要把奶油跟面粉是不是只是融在一起，还要产生好的冒泡的感觉，对，是要炒到有冒泡才可以。你知道那个歌是哪一首歌吗？哪一首歌啊？三十几年前。对啊，你浓我浓。特撒青朵，还有嘞，青朵出热如火、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错嘞！然后还有一句是什么？沧海可阔，坚实可揽。我你总有你，你总有我。哎，这首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一直你我你我这样，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说就是要。泥土跟你的泥里面有我，我的泥里面有我们都和在一起。其实这个是讲一个夫妻。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浓汤啊，最能显出这个夫妻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炒这个的时候啊，一般前面那个哈、
温柔细致慢慢炒的功夫是要靠女人，对，你懂吗？没有、可是到这个程度哈、开始结块了，对，这个面粉有点像奶酥的时候哈、对，开始有点吃力了，对，这个吃力的时候是要交给谁的呢？交给老公 对，老公就要来了，老公就要来了。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浓汤啊 mix 在一起融在一起啊，夫妻就是要互相扶持，是，就是你靠我，我靠你，对，靠你看哦，哎，你这样还不够，要炒到它香香的， 对，然后不要以为呢新婚燕尔非常容易的靠在一起，这样就代表好吗？还不够，还要继续在靠生活里面磨到出泡，磨到出才会好，哦，要出泡才会好，对，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出泡泡，所以你的意思要常常吵架哦。吵架也是一种爱情哦，如果夫妻不吵架，这种夫妻大概都在冷战，可能也有问题呢，懂吗？ OK， 那这样可以了吗？当然吵也吵不好啦，这样还不够，可以稍微加温一下下，加温一下还不够哈。对，那我可以先烤面包吗？可以，请你。哇，我今天浓汤，我今天浓汤就很简单，就来搭配一个。当我们没空做面包，有时候买现成的面包回来之后，很多人烤面包都会把一片片剥下来烤啊，不要这样，进烤箱烤啊，对，烤吐司机烤啊，对。那你为什么？你怎么烤这样子一片一片会太硬？那我要整个烙法，像如果说昨天买的哈，它就有点硬掉了，那我整个放下去烤，切片可是不切断哈，然后用350度。然后烤3分钟。既然要整个 loaf 去烤，为什么你要先切片？我们就整个烤好再来切，不行吗？因为我要让它蒸汽有点熏进去哈，让它里面回软、QQ 软软这样子。I see。还有一点，等你烤到很酥也很难切了。对，烤到很酥，你切就碎碎就掉下来了。OK， 那就这样剥饼，这样剥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可以了吗？差不多，再等一下。差不多咯，起泡泡的咯，OK， 那我们加一点奶油。好，这个时候哈，你看有 ，OK， 要给观众看呢，对，开始有起泡泡的感觉，起泡泡的感觉，后宫哦，这样才会有香味哦，对，所以哈，炒奶油糊哈，它的功夫在于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炒的时候不能急，不能急，不能急，对 ，OK， 好，可是有起泡泡的呢，好有，对不对？有起泡泡，不能烤到烧焦嘞。啊，对 对。那你的汤好稠嘞，巧克力色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哇，很滑。有，开始有没有？很 smooth。对，它开始起泡泡就越来越滑。对。刚刚你们感觉一坨，有点重量，有点重量。但是现在炒起来开始有一点，这就是感情加温了。对。懂了吗？就软软的。对，可是要有一点变化，有新鲜感。有点新鲜感。所以新鲜感是什么？来加点鲜奶吧。加点鲜奶。对，还有点奶味。对。所以呢，现在就这个加奶的时候也很重要。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，要当老公的好助手。我们要看一下，其实它变软了嘞。对对，开始出泡了用。对，你看锅底有出泡泡。对 ，OK。我们大概是1:1:1的量。如果一般4人份，大概100克的鲜奶，加上1杯鲜奶，加上2杯面粉。对，来，其实那天哈，我们像家里。那个有小朋友有没有？这时候不能讲话，要专心。哦、专心。如果婚姻里面有时候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，要专心解决问题。对。一起同心，然后呢，我就要慢慢帮你添加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老公帮你接棒比较吃力的工作，有时候女人就在旁边凉快，不帮忙做家事。对。像虽然大家都以为你很会煮菜，可是我也没有闲着啊。没有对对没有，对，没有你我也是会忙不来啊，家事很多。好 ，OK。这时候呢，对，像那天我说那个10几岁的小朋友们啊，一对小朋友哈，因为他妈妈已经煮了很成功浓汤嘛，他只要顺服啊，把汤这样，就是他怎么讲就怎么弄，就会好喝。有点像，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做好以身作则，前面铺好的路的时候呢，后面小朋友接棒比较顺。对，但是小朋友接棒的时候要学习跟爸爸妈妈学好榜样，千万不要说还没学会顺服哈，就先来一个什么呢？搞管，对，就说偏偏要来个创新，对，结果前面还没学不会，一创新就把它歪了，浓汤就烧焦，浓汤就变歪了。对，所以你看越来越 smooth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不错，继续来。那是不是太太都要只是这样在旁边，这样打气，这样不用做了？我刚刚说太太也没有闲着啊，鲜奶不是我帮你加的吗？对，可是搅拌你要不要学一下？等你搅拌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来验收。我们太太还有个验收功夫。对，不要继续。好，面包，面包，我去帮你夹面包啦，我的工作来啦，翻面了，翻面啦，对不 对？好，时间到。那我们先加鲜奶哈、哦，那我这边有一锅浓汤，有一锅鸡汤。
哈、哦，很香的鸡汤 ，OK。哎，请问翻正面还是反面？翻对面先，等一下再侧面。哦 ，OK。我整个就知道，平常我们家烤面包是我老公在做的。哇、wow, ，very smooth。OK， 哇，很棒 ，good。快点，快点，不要急。对，它这里面很重要啊、哦，有好的浓汤以外啊，高汤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高汤很重要呢？当然，我们今天没有教大家怎么熬鸡高汤。其实鸡高汤你随时有的话，你要做这个浓汤啊，对，它的汤底有没有、okay. 会增加它的鲜。好，那这就给你加咯，我要来烤套丢咯。好、那我这边呢，其实有些时候有好喝的浓汤啊，有些时候小朋友啊，我们就给他不一样的，就加料的。我今天用软丝来烤。OK， 像我老公前面炒的好，我后面接手也比较轻松，很 smooth， 对不对？弄像起拔这样子，对，不会面疙瘩，炒成面疙瘩就不对喽。OK， 那我这边要来烤这个哈、哦，那因为这个烤软丝的时间跟那烤杏鲍菇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我先烤软丝，我先用这边来烤。好 ，OK， 好，水珠快跑就可以了，然后只要抹一点盐巴哈、哦，干烤它 Q 就好了。OK， 这样子哈，干烤。OK， 然后这个须须也很好吃，把它烤下去。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乡下浓汤是以蔬菜为主，但是呢，如果加海鲜的话呢，会让它的汤头啊更鲜美。然后撒一点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给它呢，好、哦、看它多厚。今天我给它两分半。OK， 两分半，然后翻面的时候我就要炒那个杏鲍菇，因为杏鲍菇有一些菇的腥味哈、哦。那我等一下呢，要一起哈、哦，洋葱，杏鲍菇，红萝卜丝 ，OK， 高丽菜丝。哇，今天哈、哦、有些时候在家自己做浓汤哈、哦，我用梨山的高丽菜，厚够厚，所以它好吃脆。如果你把这些丝啊丢在汤里面，有没有软软的？我们先爆香一下。OK， 好，哇，很 beautiful 哎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感觉开始越来越滑顺的时候，可以稍微降温一下。所以呢，其实，在熬制这个浓汤的过程哈、哦，有时候我觉得很棒，一个人炒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有两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会产生一个共同的互动。啊，如果有 baby 来的时候，小朋友来也让他练习，他也很有参与感。好，奶油全部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都下了。好，是鲜奶。鲜奶哈、哦，不要煮到都面疙瘩哦，很 smooth。那我们现在要，你没看到？哇， beautiful。哇、wow, 哦，那我们先要、汤也要徐徐到这边就动嘛得。我们一般人如果在家炒到这种程度哈、哦，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它放回冰箱冷冻，对，随时呢就分割成两 分三份、okay ，然后到时候有鸡高汤也是有冰冷冻拿出来一加，你就变成很棒的浓汤。我们今天做乡下浓汤，那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做玉米浓汤、马铃薯浓汤、洋葱浓汤。你有没有听？好漂亮，有 okay, 好，那我们现在也徐徐加入鸡高汤。等一下哦，加高汤也不能急哦。好，等一下冲太快有没有？你看，那高汤的比例是怎么来比？哦，通常我们以1:1的话，一份有没有？差不多是6到8人份，所以差不多一标准的一份是大概6到8杯，比较浓。六到八杯啊、哦、，OK， 好。对不起， okay, 那今天我们这个是 double 的量。像你这样就是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对，对不起，你就会造成你的桌面啊，或者突然呢、不划算，所以先等一下。对，啊，可是你这边没有擦的，哦，对 对, 对，锅边要擦，罚你，谢谢，罚我哈，做错是，我做错，你要不要罚我？好，太快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加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等一下，可以啦，它其实不会有面疙瘩，你只要不行，你看。Okay. 拌均匀，好，没关系，可以来了。那我来，因为你要炒出那个香味，好，不能急。好，火转小一点，等一下。OK， 我先来看我的套丢，你看这个套丢，它冒汗了，然后我们翻一下，哇哦，你看它在逼腥味，所以等一下我的浓汤不会有腥味，虽然我加了海鲜，你看。变大了，很美很美。你看，景气不好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把这个海鲜哈切一切放进去煮，是将会把腥味带到好好的浓汤，很辛苦炒好的浓汤变得有腥味。好，那我现在这边要炒洋葱这些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我炒一点这个洋葱。因为刚刚哈，
这里要小心，因为洋葱要一点油哈。OK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把洋葱拿下来。好，可以加汤了，谢谢。再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洋葱哈放下来，哦，我们切直丝会比较脆哈。OK。万一哈，刚刚那个火一下我们在讲话太大有没有哈，有点不滑的时候呢，我现在请我的助理呢就拿一个手打蛋器给我。手打蛋器，对，我们把它打滑就好了。好，那我这边呢，因为光靠一根木棍，这时候越来越多料的时候会有点吃力的，这时候就借助打蛋器。那我们这个菇哈，把它爆一下，这些丝啊都爆一下比较不腥。然后红萝卜丝，我回来了。哦耶，高丽菜丝。有些人哈，哦，没有那个耐心在炒啊，会拿回什么果汁机啦，西餐是不是有时候大部分都是靠打的啊？其实我们如果哈，哦，真的有点耐心这样磨哈，哦，这时候用一根打蛋器在锅子里把它搅拌均匀就好了。Okay.好，我们把它盖起来喽。而且用圆形的哦，爹地，特别锅边的角落哈，要把它搅拌均匀。对，你看我的这个面包烤到酥酥脆脆的。是，先上下各一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很 Q 了，那现在侧边给它躺一下。OK， 等一下外面全部酥酥的，啊，里面嫩嫩的。好，哇，beautiful，加汤来。好，再加汤。耶。我觉得做菜也是个蛮不错的运动哈，换你来，就是当你已经炒有点糊状的时候，再加汤，每加一次汤，那个速度要加快。对，所以我会发现真的有，哦，速度要快。对，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那个你浓我浓的意思了吗？对啊，就是这个时候高汤跟奶油糊要融合在一起。哇哦，你看男生来就很快了。嗯，你看，对对对，吱吱吱吱吱，好了，要像电钻的，你看很快了，对吧？我感觉一下，哎，有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所以有些时候老公在外面工作非常吃力的时候呢，让他转换在家里帮你炒一锅奶油糊啊，哇，他会很有成就感哦。你看很漂亮吧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，哎，一下子的功夫，哎，真的，你看家里要厨房没有男人不行啊，对呀，啊，你看可以了吗？稀度刚好，看一下感觉，稀度感觉一下。嗯，因为哈，英国人是比较喜欢吃那个。对，我们台湾比较不像英国或美国，他们吃的很浓的 chowder 哈，所以呢，我就稍微有点滑感。OK， 可以了。Good， 我这个这时候就要，我这个好了嘞。好。OK， 来这边切。等一下要切丝，好，等一下放在浓汤。哦耶，好美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哦，就是。炒香的这个菇啊什么哈，我们把它现在丢到汤里面，可以了吗？可以爆香一下。而且你这些菇啊菜啊有爆香过之后再加汤里面，哇哇，good， 看到没？ OK， 这时候就改转成那个了，转成木这个木瓷哈，木瓷先好啊，耶，yeah, 你看很棒吧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切这个。好，那最后就是那个撒下那个芹菜珠就 OK 了。你看，一锅浓汤很棒。那我汤已经有加咸度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因为奶油也甜甜的哈，所以先不要马上加那么多盐巴，不然太咸就没办法。OK， 那这个稠度就看你们个人哈，像这样子的稠度有没有？你看。OK， 有些人喜欢比较稀，然后就加一点，再加一点那个汤。如果喜欢浓稠一点，像英国人，那就这样就够了。OK， 好，哇哦，你看，哇，其实冬天哈，吃一锅这样的一个汤很棒，对吗？对，有没有？其实有些时候不要说冬天，就是当我们特别日子里面，有没有？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一锅浓汤啊，你会发现哈，哎，你这烤的刚好，没有太老。刚好烤得好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里面还没透，这样嫩嫩的，很 Q。 但是呢待会我们切到里面汤头的时候，有没有哈，那只要拌一下就很好吃了，我们的斜皮好像吃鲍鱼片的感觉。哇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哇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还没有调味啊。我汤已经调了咸度啊。哦，
这里面的调味料你可以加盐，你也可以配胡椒粉，小朋友不爱吃就不要先加，大人想要来一点胡椒味。那还有一种呢，也可以加一点那个意大利香草粉。意大利香草粉，对，这也是变味，对不对？OK， 其实哈、哦，炒这个浓汤很重，这个奶油糊很重要，它可以变化好多种浓汤，对不对 ？OK， Mom， 你看可以了吗？这个稀度，来一个，这个稀度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哇，我最喜欢哦，杏鲍菇放在里面哈、哦，滑滑 Q Q 的，很好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哈、哦，来，要准备成品了。OK， 哇 ，Beautiful。你喝看看，很 smooth 啊！要先闻它的奶香，然后，嗯，哇 ，perfect， Daddy， 你看，你悄悄看这个面包，这样子，脆啊，这样子感觉一拨的时候外皮脆，然后去 dip 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浓汤吃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最后，最后，芹菜猪加一些，芹菜猪加一些。如果要香草粉，可以自己撒，自己感觉哈。来，其实我刚才有炒过菜，所以这个汤哈、哦，滚了就好了。因为如果你把高丽菜煮到变灰色哈，它就没有营养了。所以我高丽菜哈、哦、会软软，因为今天又买绿山的。我们煮这种浓汤，千万不要以为其实汤头滑顺很重要，但是我们的蔬菜要吃什么鲜，跟它的营养，所以不要煮到熬的浓浓烂烂的。哇，好棒！我再吃这个。有一点脆脆的感觉，好 perfect， 很好。这样的一份浓汤，然后呢，配一片或一块烤过的很棒的全麦法式面包，来点胡椒粉，好好吃。哇，你没有放我爱吃的这个，夹一点上来，夹一点上来，然后在浓汤里面烩一下，这个扔起的多消息。刚刚好透透的，不要把它再放回汤里面去煮，因为你再放回汤里面煮的话会老掉。利用它的余温汤温，就可以让你的汤头里面的软丝啊刚好透，不会老化哦。耶！嗯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材料，还要听营养师专业的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吕秉元，很高兴一起来为健康把关。今天的这一道杏鲍菇乡下浓汤呢，啊，用了很多的蔬菜哦，像我们刚刚有看到，比如说这个洋葱啦、胡萝卜啊、高丽菜啊，哦，那再加上杏鲍菇，这些都是这个纤维啊含量很高的哦食物哦。另外呢，蔬菜里头的维他命啊、矿物质啦，哦，还有很多抗氧化的营养素啊，哦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呢都非常好，尤其是哦。对于一些经常啊外食啊哈，或者是吃东西吃的总是比较油腻一点的朋友们来说啊哦，这样的很多的蔬菜的这样的一个汤呢、啊、哈、哦，比较能够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，尤其是哦有时候我们担心一些胆固醇太高啦哦，或者是说肥胖啦哦，甚至脂肪肝的问题的话呢，都能够借由这个乡下浓汤吃了很多蔬菜啊哈哦，就可以来比较不用担心啊、哦、这一类的问题啊、哦。另外今天这个乡下浓汤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哈。哦它除了蔬菜之外啊，其实还加了这个哦，台语说“嫩西”的这样的一个海鲜在里面哦，而且在烹调的过程中啊，又加了鲜奶。那这个嫩西跟鲜奶啊，其实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哦。那另外大家可能要注意到一点，我们要吃这个乡下浓汤的时候啊，还有教导大家说，哎，配合这个全麦面包一起来吃。那么全麦面包又让我们吃到这个很优质的这个淀粉类哦，所以这样整个吃下来，这道菜呢就又有蛋白质哦，又有脂肪，又有这个淀粉类，那么还有蔬菜的维他命、矿物质哦，整个这样子下来呢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均衡的饮食哦。那么我们吃出美味的同时，也要吃出健康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道菜的热量。杏鲍菇乡下浓汤一人份里头呢，蛋白质有17公克，脂肪有40公克，糖类有22公克哦，纤维的量很高哦，有4公克。那么热量呢有516大卡。